我就看到四六个 club 啊。左边帮你办一路。而且，什么东西啊？那个饮料啊。哦。橘子是吗？可以喝吗？就不知道，我们等一下上去订。没找哎、欸，哎有那个哎、欸，有波波尔糖吗？不是巧克力。对啊。那这边跟你们说一下，那我们早餐的份是在28:30到7:30，那雅致食品是我们的下午茶，那下午3:30到5:30啊，都是在28楼。晚上开始的8:00到12:00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酒吧。然后16楼的话呢，有健身房、三温暖的用室可以去做使用。那记得要带你的房卡要感应一下。那如果你们就是要去使用三温暖。